消息称，三星 S22 Ultra 可能被称为 Note 2 Ultra、 S22 加变为 S22 Pro。 IT 之家9月18日消息，据 MoveReviews 报道，过去几周关于即将推出的三星 Galaxy S22 Ultra 取代 Note 系列的传言一直在流传。现在爆料人士 HNN8888 称，由于三星公司的新命名方案 Galaxy S22 Ultra 更正式被称为 Galaxy Note 2 Ultra，其他功能包括120赫兹显示屏、一体声扬声器、快速充电、无线充电以及防水功能。同时，即将推出的 Galaxy S22 Ultra 将支持 45W 的充电速度，预计将大大优于 Galaxy S21 中使用的 25W。